狮子乡是屏东县境面积最大的乡啊，居民以排湾族人为主。境内的南回公路是前往台东县的主干道。今天首先要拜访的是枫林部落跟新鹿部落。枫林部落的狮子乡文物陈列馆呐，是排湾族重要的文化景点。新鹿部落则以百年梯田跟台湾罕见的等高线缓降桥当作自行车道的热点哦。我是狮子乡枫林村啊，枫林村有两个部落组成啊，一个是新鹿部落，一个是我们枫林部落啊。枫林村啊是在台九线啊，就是南回公路啊，大概30K 这个地方右转。我们枫林村是我们狮子乡啊的行政中心啊。目前我们在文物馆都有策展我们的古物啊，欢迎来各位来去参观啊。是我们新鹿部落啊，目前在百年梯田中有种植我们有机蔬菜啊，我们的这个也在这进行我们自行车啊，自行车啊，我们自行车道啊非常啊舒适，也非常的壮观啊。我们这里也有啊两座回旋桥啊，这个是已经60几年的回旋桥啊。目前在台湾有3座，2座就是在我们啊这个部落。欢迎各位啊来光临，欢迎来这边多多指导，谢谢，马萨罗。